饼干呢吗？在家呢，找我呀。对，找你。那有啥事你进屋说，撞谁干啥呀？嫌你埋汰，就搁这儿唠吧。不是，旁边有邻居。有邻居，正好都听听。你还嫌人磕碜了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那赵小杨不登你手机号都不知道啊？那关注800来个人，700来个群女的。那完了，关注老爷们儿啊？关注女的没毛病，看看行，爱美之心那人皆有之。那评论可咋事啊？啊，给人私信，爱了爱了，小姐姐丝袜真漂亮。那我寻思给我媳妇买一条。你这狡辩！买一条直接搜链接得了呗。那我发个表情要链接吗？你是要微信吧？嗯，要这微信咱给你处对象呗。不是，你看我能是那种？是，你已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呀，你还知道呢？你看看得了。你私信的这是有问题，你这个人你太有问题，你知不知道？告诉你说，赵小杨到哪儿找好老爷们儿？你要不想过了，你就离。你这人，你从上学的时候你就死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咋的？你现在你毛病你不改，我说你，哎，赵小杨，你不管是不是？哎，你嫌不嫌丢脸？我不嫌丢脸。家丑不怕白羊，不知道啊？你家丑又不是我家丑。